崇拜的偶像，年纪不一样嘛，就是那时候崇拜偶像，当然是辈分就稍微高一点。我们那时候也没几个歌手好让我们崇拜。对，蒋光超啊。你把我当成什么年代的？梁二康丁啊。不，这就是说，在我读初中、高中那段那个阶段，我想那时候我很不只是我了，我想很多人啊，共同的偶像，像杨凡也是蛮喜欢、啊。我也是。刘文正，对，哎呀，刘大哥，哎，像我到现在还一直在唱的，还在唱的。工地秀晚会，因为。这个乐队都会嘛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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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奇怪，你的阶层要，因为他老板是刘，我才觉得你们奇怪，你们同辈怎么会？他怎么跟我同辈人一样？他真的比我们长一辈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辈分来讲的话，年纪差不多。那蔡幸娟呢？我喜欢听凤飞飞的歌啊，还有邓丽君的歌啊。对，以前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说这个小女孩听好甜呐，好像小邓丽君的声音。对，好喜欢他们两个的歌。对，他们两个歌，哎，我们来现在来唱一下吧。干脆这样子好了。老师先要谁？老师说要谁？等他们自己又伴奏。好，刘文正，好，刘文正，哪个？大刘。太阳一样，太阳，太阳一样，来，哎。哟吼！超级偶像刘文正。为了抓住那火红的太阳，哪怕只为你放光芒，是我对你的一片真情，像太阳一样。为了抓住那火红的太阳，哪怕只为你放光芒，有一天得到你回答，像太阳一样。爱情，爱情，爱情，爱情。老师弹不下去了。撞到牙，撞到牙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说刘文正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人可以比过他那个时候的。哇，那个风范。后来他为什么慢慢就渐渐的那个离开这歌坛？看不下去，年轻人气死了啊！后来在秀场里面，他的老板说：“哎，你是不是可以跳点舞蹈？”哇，那就说刘文正就。因为他是一个型，他属于那种摆 pose， 哎，其实后来加很多舞蹈就比较辛苦。后来唱了飞鹰，有没有？哎，飞鹰怎么唱？啊哈哈哈！头有点晕呐，那头甩得太厉害，那叫大头嘛？啊！哎，我们来看看吴宗宪的这个小刘，哎，小刘派，就完全 pose 啊。要有你那个啊，要摇吗？不是，要有老板的架势。我曾以为他许下诺言，不计较，怎么能实现？想起他，小小的心里，希望只。有这么一点点，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，哎呦，也是我深藏在内心的心愿，哎呦，甩得好，诺言，心愿，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？再来听听蔡幸娟，邓丽君就不一样了啊！就是我唱那个小邓丽君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
舒服啊。深深的动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。干嘛啦？我唱的这么好听的歌，你唱这么好听，干嘛？嫉妒人家？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唱歌是有一个节奏，嗯，像我刚刚其实真的是那个节奏是有抓的，哎，因为他那个好像有一打，你的爱也是。而且听那个邓丽君唱歌，好像有点刚洗完澡的感觉。哎啊，为什么洗完澡？轻松软软，舒舒服服的，轻松软软，舒服的啊。他曾经开过演唱会，三个小时都不掉一滴汗呢。啊，真的，轻轻的唱啊，从头到尾都这样唱，维持了心境的平衡。对呀、啊。